关于一支中国无用无人民用飞艇因为不可抗力误入美国领空的意外事件，中方已经多次说明情况，阐明立场。美国国会的有关决议案纯属政治操弄和炒作，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你的第二个问题我不掌握有关信息。 中方已经明确告知美方，有关飞艇是民用性质。贺时发布文章爆料，通过大量细节描绘和情节，经过得出结论。